嗨，小哥哥。哦，不是你谁呀？我是你爸爸。不是你啥？你的朋友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我和你爸打了三次。不是，打了三次。不是你这啥意思？麻将。才有了你啊！你是我亲、不是你家的地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脑袋穿稀啊？口里含着铁了是不是？啊？咋了？喉咙里夹着枣呢，说不清楚话。你好歹一次性说完呢、我心脏病都给你吓出来了，真是的，一天天脑袋有病吧？是我有个女儿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就是小你五岁，你介意吗？是这样呀，相亲啊？那啥，小五岁，不介意，我能接受。咱俩一会儿结婚呀？不是，咱俩？啥意思啊？对呀、我有个女儿，小你五岁呀。然后咱俩结婚，我问你介不介意，你说不介意呀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脑子里肯定长屎了。不是。